这个果均匀度要高很多，基本上大小都一样。这个呢没使这个，咱这个就是有青果，它这个也大小不均匀，但使完了这个叶片明显要直挺一些，要厚一些。这个没使的这个，就是太阳一晒，明显就打蔫了。但基本上使完这个基本上都成熟了，就是没使着这个明显有青色了，咱使完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提前上市？对，早上市。而且它的果实的整齐度这块对也特别的明显，基本上都红了。这个你看咱没使了，还有好多青的。看一下大力丸一棵树使用完以后的樱桃目前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北京市的海淀区，站在我前面的是咱们的段经理。段经理，通过您的观察，您可以看到使用过完大力丸的这个樱桃到目前为止有哪些不一样的点呢？最主要的就是果这个果的亮度，果的亮度，对，还有果要大一些，果的个头绿一些，要大一些，对。好，感谢大家，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看一下咱们整体的这个树的一个长势情况。叶片呢是比较浓绿，一绿的。发亮。对对对，明显感觉它那个果片那个果颜色要比别的要亮，比这好看，对，要好看。来，咱们工作人员把镜头拉近一些，可以看一下啊。然后咱们从实验区和对照区分别摘两个樱桃的果子，然后看一下它这个亮度。对，颜色要好看一点，它果还有它这个要大一些。对，从它的个头、颜色、色气上、亮度上都是可以看出明显的一个区别。明显这个感觉要鲜艳很多啊，有光泽度。对，光泽亮亮。对，可以看出来吧？这不就是卖点？对。咱使大力丸呢，明显感觉它的一个重量要比。